好，就在刚才，金茂哥哥凑满了十张抽奖券。今天是几月呀？今天是七月九号。对，好，七月九号的实抽，跟大家分享。哦，绿毛虫。哦，小巨鳄，我有可以升星。啊，可爱啊！又是炎帝。可他物防特攻都很高，哎，看看呗，阿伯神，你过来，好啦，今天最好就是三神兽之一炎帝，要乖乖洗手戴口罩哦，嗯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